从接了你们这个任务，有时间就思考，比如说刚睡醒的时候，早晨起来脑子清醒一点嘛。我说说我的最新思路哈，今天早上熊虫的最新思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金院士，您这资料准备了这么厚，我都看晕了，您能记住吗？我想我尽量的记吧，记不住还可以用小卡片来帮助。那您觉得年轻人喜欢听什么内容呢？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目前的这个我觉得太学术了。这个院士的成长经历可能也是我们很想看到的，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环境的影响。它能够供多少个家庭来使用，加一些实验手段的东西，加一个那个动画的那个，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跟我们这个生活中哪些能联系起来？就是你家做饭就有液体，家每个人觉得这个跟我的生活是非常有关。当你打开炉灶的时候，你所点燃的天然气就有可能来自于页岩气，那么这个页岩气来自于哪里呢？它就有可能来自于这种深绿的黑色的石头。如果说你从井筒当中直接把它取出来放到水里去，它就会有很多的气体冒出来，形成气泡，预示着在页岩里头有大量的页岩气存在。你不要小看黑乎乎的这块岩石，它还是很神奇的，号称比黄金还贵。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里边还是有孔隙的，可以看到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比着这个孔隙的直径要大得多。那么就在这一些小孔隙当中就储存了页岩气。我们通过打井在地下2000米、3000米甚至埋藏更深的地方对页岩人工的压力改造，产出页岩气供我们千家万户来使用。我们用10年的时间从零起步达到了将近200亿方的水平，再用10年的时间，在2030年左右，它将占中国整个天然气产量的1/3。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又是一年的冬天过去了，这几年我们的供暖系统正在进行升级换代和改造，过去暖气烧煤，现在很多地方都改成了天然气。不过现在很多家庭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们的天然气又一次升级换代，不知道有没有通知你们你们现在再打开煤气灶出来的天然气很有可能是从我面前黑乎乎的石头里出来的，而且这也是现在非常热门新兴而且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能源行业的全新的领域，叫做页岩气和页岩油。掌声有请今天的开讲嘉宾，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欢迎金院长。小三好。院长您好。小三好。您好您好、欢迎您。谢谢四位，请坐。我昨天啊，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一边看一边乐，里面还有一些概念说，当页岩生气的时候，是吧？对，我说这脾气还挺大，他还生气，这个后来生气，我发现他是就是生成天然气，对，所以这个页岩里面不光有油，它还可能有气，还有气，它还生气，主要是根据它的热氧化程度的高低，比方说一块肥的猪肉，如果说你把它煮得很厉害了，它不就出油吗？是吧？那么这个页岩呢，它在地下受热加温以后，它慢慢的从这个有机质就转化成液态的石油，
再进一步的加热，这个液态的石油就分解或者裂解成天然气，这个时候采出来的气我们把它叫做页岩气。所以这个是宝贝啊，这里头既含油又含气。如果说我们从井里打出来取出来的那个新鲜的岩芯，那个油味就够浓。这就是我们钻井的真实岩芯。你看我们的井孔就这么大，井眼也这么大。井眼就这么大吗？就这么大，我胳膊都伸不进去。一个塔里木盆地53万平方公里，我们要准确的在1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井眼里找到这个油田，以后把这个油和气采出来。大海捞针，真是大海捞针。大海捞针。现在我们开采的这个页岩油和页岩气，跟过去我们说的石油钻井、天然气钻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石油和天然气啊，它和其他的矿床不一样的是，它在地底下是能流动的。像黄金呀、什么铁呀、煤炭呀，它形成以后它是动不了的。对，在压力差的作用下，它会慢慢的冲出这个页岩里头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屏幕上最上部的，我一眼就看到生气窗。哎，这个底下的你讲的生气窗都是听源岩层。那么上边孔隙相对大的砂岩，或者说是灰岩里头能够大量的储存石油天然气的，我们把它叫做储层。常规的油气勘探上部的那些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单井产量高，效益好。那么随着某一个地区它的勘探开发的进展，上部的资源慢慢的会枯竭的，我们就往深了来。有人打了个比方，说上部的那一个呢是我们饭桌上的饭，而底下这一个呢是锅里的，甚至是还没到锅里的。没到锅里。您这么一比喻啊，我们就明白了。对于搞能源的人来讲，页岩气带给大家的这种兴奋度就在于，我们终于从过去吃着碗里的不知道锅在哪儿，到现在能够比较踏实的一边吃着碗里的一边知道锅里还有。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能源方面的保障。今天就让金院长带领我们走进未来能源世界，去一窥未来能源世界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震撼惊喜。那么接下来讲台交给金院长，请您为我们开讲。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主题是讲页岩油气。我想从另一个故事开始，就是美国科学杂志在庆祝它创刊125周年的时候，向全世界征求了人类面临的125个科学问题。前25个被以为是最急迫最重要的，其中的24个科学问题是什么时间用什么能源替代石油成为人类的第一能源。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第一资源是石油。2019年全人类消费的能源，其中石油占33.1%，是我们的主体能源，支撑着我们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除去这个经济属性以外，石油更有政治属性。现今的大国外交往往集中在能源外交上，中国的能源安全说到底是油气保障的能源安全。全球的多个科学家和科研机构都在进行研究和预测，那么多数的判断是在2045年到2050年期间，天然气将会超过石油，成为人类一次能源当中的主体能源。那我们不禁要问，你那个时候有那么多天然气资源做保障吗？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一种致密的岩石能够产出天然气，我们把它叫做页岩气。这一场技术的创新是始于美国，其中有一个叫乔治·米歇尔的老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在1997年，他的团队通过清水压裂
在美国中南部的一个盆地成功地铲除了这种经济上核算的页岩气，为此引起了全球的一场页岩革命。我最早听说页岩产气的是2003年，地质大学的张金川教授到我办公室说美国从页岩里头产气。一开始啊，我觉得这种页岩产气的效率不会高，单晶产量会很低。当他第二次再告诉我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重视。那么到了2004年，我们联合就发表了介绍页岩气富集机理的文章。2010年我们就开钻，我们第一钻打在了合肥。大家猜猜我们怎么样，成功了没有？据我的经验来说，在科学研究中第一次尝试往往是失败的。往往是失败的。谢谢。我们第一口井打到了这个我们想要的这种页岩，也见到了气显示，但是没有成功。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把这种极具探索性的探井叫做野毛子井啊，或者叫风险探井，它的成功率只有20%-30%。换一句话说，打10口井能有2口-3口成功井，这是平均水平，这已经是不错的了。那么在这之后，我们继续向湖南、向湖北、向四川进军。2012年的12月，蕉叶一井获得成功，单井产量达到20万方，这就是富岭页岩气田的发现井。这是我们现场试气的场面，像一个福娃，我们非常的高兴。继美国、加拿大发现商业的页岩气之后，这是第三个发现商业页岩气的国家。所以我们从2003年开始关注页岩气，到2012年获得成功，我们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10年磨一剑。所以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也很激动。我是个人平常是不喝酒的啊，这一天破例斟了一杯酒啊，喝了一小杯。我们连线一下富岭页岩气田的现场。你好，季院士好，我是富岭页岩气田的一名员工，我叫毕文涛。在我的身后啊，就是蕉叶一号冬电需压裂平台。在现场大家能够看到12台电需压裂设备整齐列阵，这些设备啊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他们啊同时只为一口气井服务。目前这个平台处于压裂阶段，过不久啊将会布下管道建立气井，到时候这里也许就会变成一个无人值守的平台，由中心站定期来巡检，管理起来很方便。那么我眼前的这些机器，它们所产生的这种极限压力能达到105个兆帕，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在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要承受1吨的重量。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多为山地或丘陵，大家能够看到井场四周树木非常的茂密，林木葱翠，工作不忙时我们还能在周边的树林里散散心，进了林子都听不到机器的声音，噪音还是很小的。这种工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是富岭页岩气田独特的风景线。好的，谢谢您。好，谢谢金院士。现在看一下我们的作业原理，这是打下来的钻头，垂直打井以后要拐个弯再打水平井。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在页岩里头它的接触面积是大的，为了的是提高它的单井产量。我们还要分段的把这些岩石压碎压开，我们把它叫做体积压裂。压裂的越彻底，波及的体积越大，它的单井产量就越高。现在我们在南方打1500-3000米的水平段，我们地下这个高潺的岩层啊只有20米-30米厚，要保证在这个岩层当中准确的穿过去，特别是拐弯这个地方，这得要准确的制导技术，我们把它叫做旋转导向技术。
目前还是石油工业的一项卡脖子技术，我们正在集中力量攻关，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它国产化。其他的我们页岩开发的所有技术我们已经国产化了。那么这个气田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它的产气量已经超过70亿方，全国页岩气的产量2020年我们达到将近200亿方，按200亿方计算可以供1亿个家庭用气一年。未来啊，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页岩气产量我们有信心产到800到1000亿方，届时它整个的产气量将是咱们全国天然气产量的1/3，三分天下有其一。那么讲到页岩气，我们自然会想到页岩油是怎么回事，未来前景如何。根据世界能源署的估计，我们的页岩油资源潜力在全球排第3位，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2009年我们生产单位就进行劳动复查，确实在这个原来页岩的层段发现了一些好的油气显示，但是产量比较低。首先是从页岩气到页岩油相态发生了变化，由气态走向了液态，它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它对这种页岩的纳米孔隙要求是更高的。另外产出这个页岩油和页岩气的这个岩石形成的古环境不一样，美国的页岩油和我们中国现在大量产出的页岩气都是在古海洋环境下形成的，我们把它叫做海相岩层或者海相庭园岩。而现在我们国家所发现的所有的页岩油均来自于陆相地层，就是古湖泊古河流相的沉积。过去西方人只以为海相的岩层可以产石油和天然气，我们经过实践引为陆相地层也可以，我们要从这种陆相页岩里头采油，这个担子也是不轻的。因为陆相形成的地层它的粘土矿物含量高，入水它就膨胀，本来这个孔隙就很小很金贵，这个粘土矿物入水一膨胀就把我们的孔隙给堵塞了，所以陆相页岩油的开采将更加困难。另外一个原因，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产的这个页岩油样很稀，有一些都带有挥发性的轻质原油，我们中国产的戴着手套在装的那个粘稠度很高的不容易流动的这种稠油，地下的流动性极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这种岩石啊，在中国的东部盆地它的重岩作用偏弱，塑性强脆性差，在压裂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压开的，压开了以后我们要往里打这个支撑剂啊，到陶粒或者说石英砂打进去以后它很快的就乳变了包饺子了，所以这个原油也是流不出的。那么总结规律以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勘探的方向向深处进军。在2012年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就宣布发现了中国首个页岩油田，就是基姆萨尔页岩油田，正在我们大面积的布景进行页岩油勘探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美国的页岩油快速的增长，打破了世界石油的供需格局，所以2014年的下半年油价持续的断崖式的下跌，从100美元以上的每桶原油降到了20多美元一桶，所以我们上游呢就遇到了寒冬，投资锐减，页岩油的勘探开发工作量极少。还好的是我们持续的在进行在研究，理论和技术上在做一些准备。
2018年以后，油价慢慢的在回暖。这一年的时间呀、我们走遍了大部分中国页岩油的油田，去讲页岩油的重要意义。到2019年，长庆油田就宣布发现了10亿吨级的页岩油田，庆冲油田。那么，咱们现在连线长庆油田。金院士、赛老师您好，我是长庆油田的张晓。张晓好。我身后的长庆油田历史采油厂桥河作业区白409超大规模采油开发平台位于甘肃省沁阳市，是我国目前陆上建成投产最大的从事金组，所以呢它被誉为陆上采油航母。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抽油机呢正在进行抽油作业，那么平台周围呢是黄土高原独特的沟壑纵横的地质风貌，那么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呢是全世界黄土层最厚的地方，最厚的黄土层呢可厚达200米，所以呀这里又被称为天下黄土第一园。好，谢谢您，再见。这个长庆油田呀、现在是全国最大的油田，页岩油的产量2020年它已经迈上了100万吨的台阶，这是来之不易的。但是我们中国的页岩油的资源分布状况，这一种在盆地的深处深洼子里头，它的资源量大数说只有1/3，1/2的资源量是在这种浅部的粘稠度高的这种低熟原油。要实现这一部分原油的开采，我们路子还很长啊，我们把它叫做低熟油的原位开采技术。这一项技术一旦形成，我们将会带来更大的一片资源的开发，对中国年产2亿吨、稳产20年，将会做出它重大的贡献。如果说1997年，美国实现了海象页岩革命，我期待着在中国能够实现陆象页岩的革命，为此我们期待。谢谢各位。谢谢金院长，谢谢金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阙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四位，请坐。都没想到您的开讲中间还有两段连线，关键两个连线还很有意思。第一个现场感觉是静态的，对。第二个一看，放眼望去，非常的开阔，对。但第一个感觉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山洼里，排了那么几十台车，就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一种开采方式。对，因为采油和采气是不一样的。对，现在我们的采气都是自动的放喷，采取自然能量的开采方式。实际上南方和北方两个都一样的是现在对环保要求严格，所以我们的井场都修得能多小就多小，并且是我们一旦这个施工作业完了之后，我们尽快的恢复啊，种上这个绿植和原来差不多。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网络直播间进行网络上的直播，并且和网友也在进行互动。接下来请出我的网络直播间的助理小 V。接下来跟我连线了，小 V 你好。你好，你好，小 V 你好，你好，小撒老师好。爆料班小 V 前来爆料。小 V 听说啊，对于从事游戏勘探和地质研究，金院长觉得最宝贵的品质是乐观。然后有年轻的科研人员向金院长询问提高自身的建议，啊，金院长告诉他们多读点哲学吧。小 V 就特别想知道乐观的心态、哲学的思维，这些对于勘探工作的帮助真的很大吗？这都是之前您曾经在跟年轻人交流的时候说，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搞这一行最重要的心理是乐观。你想想我们定十口井一多半是要失败的，我们的井在塔里木在南方早期阶段它的经费一口井可以达到1亿人民币，
这样的一口井打下去，最后说没有油没有气，吃不好睡不香，这是一定的焦虑，就是快乐的时间是有限的，打击的时间是常态，所以得培养自己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难怪当那口井打出来之后，您说您从来不喝酒的都给自己斟了一杯，对，就那种快乐时光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但是呢，有人说过一句话，油气勘探无空井，即便是油气空了，地质认识是不空的。对，我们取上来的岩芯，我们获取的数据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它开启了我们成功的道路。但是这其中要做一个有心人啊，你得有勇气去分析这口失败井，为什么失败了，为什么没有发现油气，和原来的预测差在哪里，去刨根问底，究其原因，就会慢慢的通向成功。那读哲学是为什么？你想想，我们现在产的这个页岩气的岩层是在4.3亿年左右，有的还研究到10亿年甚至20亿年，要研究整个这个地区的久远的几亿年以来的一个盆地的演化历史，成藏的演化历史，什么时间生油，什么时间生气，什么时间运移，什么时间聚集，还得能够保存到今天不被破坏，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小薇怎么样，你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乐观和哲学思维对于咱们找这个油气的科学家来讲如此重要吧？小薇明白了。好，小薇，接下来该你完成你今天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任务了。是的，这个是非常有爆点的。哦，他的留言非常有意思，说我的工作也和油有关，它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沉淀，香醇久远，可以勾起人们的怀旧情节。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请他吧。来，您好。萨老师好，金律师好，非常荣幸参与到节目中来。首先我想请两位来猜一下我身旁这个圆形的东西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个像是燃烧用的吗？这块大大的饼呢，实际上是通过我手中的这个菜籽演变而来。我们将田里收获的菜籽炒熟磨成粉，高温蒸熟之后呢，用稻草点垫底，将它采石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饼坯。所以你们不要小瞧它，它其实可以出油。哦，在我们的眼前可以看到一台木榨机，是500年前的枫木制造，属于四片榨，成榨历史呢有200年左右，整个设备呢要重达3000斤。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老师傅。嗯，您好，师傅您好。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为我们游客展示无法压榨菜籽的流程。我的天哪！现在在机器的下方，我们能够看到缓缓流出来的金色的菜籽油。师傅是一位武林高手。武林高手。从镜头上看，您这个身形相当的消瘦，但没想到您爆发出的能量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惊叹。我们人类吃油的历史其实很久以前就有，汉代以后呢就发现了植物油，但当时的人们并不食用，而是将它用来制作绢布。直到宋代以后呢，人们慢慢开始食用植物油，就比如我手中的菜籽油、芝麻油。他从哪儿拿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用石油进行生产生活的，所以趁此机会我也想请教一下金院士。实际上咱们中华民族应该是在世界最早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我们在四川地区用天然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石油呢有记载的是公元后，在这个东汉时期。因为在沿河的那个水面上浮游的这种它叫肥，那个时候叫肥，这个肥就是石油。石油这个词是孟西笔谈沈括先提出来的，所以人类是很早就发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很早发现，但是真正的开采石油大规模的应该是在1840年前后，这个美国呀俄罗斯啊那个时候开始的，慢慢的也到在中国咱们也开始了，大概是这样的。听完金院士的回答真的是受益匪浅。是，
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传统的技艺。谢谢你们，再见。谢谢小薇，谢谢。那你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网友吧，谢谢。好的，再见了，再见。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四位青年代表，现场听完开讲之后有什么问题想问金院长，现在可以开始，谁先来？来，赛老师好，金院士好。我们都知道像石油天然气这种化石能源啊，它迟早有一天会没有的，那既然这样的话，会不会在我们现在科学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成因，那我们能不能去造石油或者说去造天然气呢？现在就有一种工艺和技术，既消耗了二氧化碳，又可以产生能够造石油的，就是这种石油藻。在海水和淡水里头都可以养殖。石油藻，石油藻，它是一种藻类，一种藻类。哦，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老家是青岛的，对，就这种东西，就是那种湖苔，那海上漂的那种湖苔，我们就要打捞它，因为它污染海域啊。嗯，实际上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高兴，这就是石油的母质。哦，它埋藏在海底下，慢慢的沉下去，久远的一定的时间，加温加压，它就会形成石油。所以现在这种技术是成熟的，但是呢，代价比较高，经济上还不够合算，我们还有的类似于菜籽油的这一种，像那个棕榈油啊，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植物，也可以生产出石油来。我当年做法制节目的时候，碰到好多这种案例，20块钱技术转让水变油，最后发现基本都是骗局，这个就别提了。这就别。但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从水当中比如说提取氢能？现在我的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我的团队在探索的还有一类叫无机冲印器，就是来自于地下深部的甲烷气。板块构造你听说过吗？就是两个板块互相往下撞，撞下来以后大量的水液就随着带下来了，到了地壳一定的深度以后，这种水就以氢离子状存在，那么在地壳的深部它就有可能有无机反应形成的这种甲烷气。所以这是我们探索的另外一个领域，在整个的油气演化过程当中水是有贡献的。谢谢你这么好的问题。没有，谢谢你，谢谢你。下一位。金院长好，萨老师好。你好，我叫刘华栋，我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萨老师，您还记得甲烷的元素组成吗？甲烷我印象中它那个分子式是好像是一个平衡的，是吧？是两边一样，碳，对，好像是一个在中间，然后两边有两个，一个碳四个氢，一个碳四个氢，对，反正是对称的。对，是的，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化学，从小也有个梦想，我想收集全各种化学元素，所以我做了15版本的元素周期表，当然除了放射性的其他的都有。今天呢我也把相关的这些化学元素的标本带过来了。这是一个煤的单质，它主要成分是碳，还有对应的金刚石的标本，对应的氢的标本呢，这是氢的同位素的穿管。这是一个刀灯，里面充了刀气，它两个组成了甲烷，同时呢这两个也是我们现在的能源行业里面核聚变的这个原材料，现在有可能代替化石能源的还有一个太阳能用到的，这是单晶硅，然后它做成了硅光电池，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钴的矿物，钴方解石，这是锂辉石，钴和锂可以做成钴酸锂电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电动汽车上可能都会用到。哎呀，吴京，我头疼。你说着说着我就觉得回到了中学的化学课上，一种熟悉的感觉头又开始胀。接下来呢我想问金院长，您刚才说到这个油气资源，它除了是能源的资源之外，其实也是物质的资源，有一种气体可以从天然气里面提出来，就是氦气，就我们小孩子玩的氦气球，非常轻的那个，它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研和战略物资，因为低温超导还有核磁共振啊，这些地方都必须要用到它，而且我们国家非常匮乏，
它也是不可再生的。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资源都在美国和中东地区，因为它那里产的气比较多，它是从天然气里面分离出来的。我们中国的页岩气的进展是非常的迅速的，我们有没有从里面提取像氦气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些有用的物质出来呢？你问的问题非常专业。咱们全国现在用的氦气量96%来自于进口，我们自产的只占4%，就充气球那个氦气啊，这确实是这种战略物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自给。那么您讲的这个页岩气里头，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做过各种充分的化验，氦气含量极低的。氦气在天然气里提炼，现在全球基本上是这样来源的，但是它有一个条件，氦气主要来自于地壳的深部，必须有深大断裂的地方，构造活动强烈的地方，氦气才能上来。那么在这些地方上来以后，如果说能够被我们捕获到并且富集起来，这就是可以开采了。它有一个风度啊，不是说所有的天然气当中氦气都可以提炼的，比如说四川盆地里头有地方氦气是比较好的，广东省的三水盆地它的氦气也是好的，还有其他地区等等。但是现在这一个呢，先等着我们普查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再做一些结论，再做一些判断。谢谢丁院长。谢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问。待会儿参观一下他的这些东西，对，里面有几个贵重的。萨老师好，金院士好，您应该走过非常多的油田，在您这么多年的开采的野外工作经验中，有没有碰到过特别有意思的石头？比如说有什么奇特的花纹呀，或者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石头，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这上面就有花纹。对，这个表面上的花纹是叫笔石的，是一种古生物。古生物、这些啊，这些也预示着在它的沉积时期啊，它这个藻类是比较活跃的，它是处于生物链的顶端的一种。不小心见到祖先了。那么在野外当中，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岩石。我的爱好就是收集这些岩石，啊，我的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满了这种，不光这种来自井下的，而是野外采集的，非常的珍贵。当然最珍贵的还是这种岩芯，啊，你想想，如果几千米的钻井，然后再把它取出来，我们做过计算，在塔里木我们的取井，8000米的这个井深，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把它取上来，所以这种标本是非常珍贵的。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和生物化石打交道，但是我打交道的化石年代比较近，可能就几千几万年，然后看一下里面保存的古代的 DNA， 然后研究一下生物的演化。他们这个专业也是很神奇的，很神奇。咱们国家地层古生物这几年，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在世界上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你像这个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个笔石，陈旭院士，他是帮了我们大忙的。我们发现这一套庭园岩的厚度实际上还是蛮厚的，差不多200米。我们在这200米里头要准确的对比这个地层并不容易，因为每一口井每一口井打下去都是摸黑的，那么我们要准确的把这个最好的这一段开发出来，我们就靠的这种笔石的对比。那么这个笔石的对比就是陈旭院士给我们完成的基准剖面，为此我跟他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他们做的工作，一方面揭示生命的起源呀，古生物的演化，怎么登陆的呀，猴子怎么变成人的呀，是吧？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给我们地层对比提供科学依据。好，谢谢，谢谢金院长的回答。就其实我的工作和您的工作有一点点的相似性，就我们都是在和过去打交道，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可以打破这种长远的漫长的时空的隔阂的，然后这样子达到一种和过去做交流，同时又能够推动未来发展的感觉。最后一位青年代表，萨老师好，金院士好，我想问一下萨老师，咱们这个地球内部的一个基本结构是分为几层，您知道吗？怎么所有人站起来第一个问题都先问文科生干嘛？地心、地幔、地壳，对对对，来讲应该就这三层吧。对对对对，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熟鸡蛋是很像的。这个我还是拉开看到的吧。现在我们对这个地球本身的了解其实还仅仅局限在这个就是薄薄的地壳这一层。据我了解，我国其实在十三五期间就已经规划了就是深空深海深地的一个战略，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天问一号探测火星已经距离地球1亿公里之外了，然后我们的最新的奋斗者号呢已经到达 海底的19009米，而我们对脚下的这个固体地球呢其实了解的相对较少。所以我想问金院士，除了对就石油天然气这个能源行业，就是对我们地球本身您还有什么就是是更想了解和探索的呢？谢谢你的问题。就像你提问的那样，我们现在人类的钻井就是12000多米的深度，我们知之甚少。这个经常讲上天难，实际上入地比上天更难。在全国的创新大会以后，中科院的院士们要形成一个报告，要向国务院建议我们地球科学能做点什么。这个工程的名字怎么起就费了半天的难。我就上网上去查，太空有嫦娥呀，有天问啊，悟空啊，对，各种各样的美妙的传说。对，地下上网一查就是18层地狱，啊，就是魔鬼，没有美丽的传说，这就说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对地下的知识是贫乏的。地球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个人判断，一场新的革命即将到来。这场新的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圈层的相互作用及其资源环境效应，就是不同的地核、地幔、地壳，还包括水文圈、生物圈、大气圈，包括太空的内圈、外圈，各种圈层的相互作用。为此，中国的科学家将在新一场地学革命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阐述地球科学的发展规律，不论是资源预测还是环境预测，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对此我也是充满信心的。谢谢金院士。所以真的就是科学家有的时候魅力不在于他们做出了多少科研成就，而在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树立了怎样的去追求自己内心梦想的一种榜样，如何去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不断迎着困难前行的人。我觉得他们内心的这些动力更让我感到震撼和敬佩。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科学家，他们不仅心里有星辰大海，他们更是脚踏实地。再一次感谢金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您。谢谢您。下一期节目再见。再见。